中国武术并非是拳脚功夫，智慧可变通。死鬼！中国人认为最大的过失是无边的欲望。请问你没有见过我女儿翠花不？这种事儿在香港满大街都是，管不过来的。大家。 都这么想吗？听说你很能打。 干什么？功力可以被遗忘，也可以被唤醒。